早上好，我是嘉炫，欢迎收看12月20号的百格晨报。首先带你来看各大的报章头版。中国报和光明日报都特别关注了，从明年开始，除了取消小学第一阶段，也就是1至3年级的年中和年尾考试以外，也不会再有固定的分班制，除非是有特别的目的，例如通过分班让学习较弱的学生跟上进度。这两项教育改革主要是为了着重学生的学习进展，而不再强调应试教育。其他的报章主要关注了首相敦马哈迪针对巫统议员跳槽至土团党一事作出回应。每日新闻标题就打着巩固政党拉回马来选票这几个字，这是敦马的特别强调。他说前巫统国会议员加入土团党将有助于党拉拢马来选票，特别是郊区的草根选民，这将会制造一个优势。而新州日报就放大了敦马回应的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如果土团党或西盟拒收这些巫统国会议员或领袖，就等同于拒绝选民的支持。当然敦马也提到，这些人要加入土团党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该党已经设下了特定条件，并且会审核他们的申请。新报头版则继续关注了巫统主席阿莫扎西交出主席职务的新闻。报道提到，阿莫扎西还没有辞职，署理主席穆哈莫哈山虽然暂代执行职务，但他并不能够因此称为国会反对党领袖，这是因为穆哈莫哈山并不是国会议员。那到底在这期间谁将会接任国会反对党领袖一职呢？巫统最高理事洛曼就认为，当前的巫统需要一名有经验，同时受到所有国政国会议员尊重，包括已经退党的国会议员认同的领袖来领导。因此他建议阿莫扎西委任前首相纳吉为实权领袖以及国会反对党领袖。针对这项提议，纳吉就表示，确实有很多的党员和领袖要求他重返领导层核心或出任共主，而他也非常感谢党员们对自己的信任，但现在的他首要关注的是设法洗清所有针对他的司法控状，所以拒绝再次出任领导巫统。关于国会反对党领袖一职，巫统副主席伊斯麦沙比利就有其他的看法。他主张该职位应该要从所有反对党国会议员当中选出，而不是巫统说了算，还需要跟其他的反对党商讨。另外，巫统总秘书安努亚穆沙也透露，巫统将会在12月28号召开最高理事会议，相信就是为了商讨这个问题。最后，让我们来换个焦点。早前有民众发动网上联署请愿运动，要求被指破坏国家形象的首相署部长瓦达穆迪马上辞去部长职位。如今随着消长人员穆哈莫阿迪在新都庙骚乱事件当中死亡之后，就连土团党青年团也向首相兼土团党主席敦马提交备忘录，要求革除瓦达穆迪的部长职位，并且计划于本周五祈祷之后到首相办公室外进行抗议活动。土团党青年团在备忘录当中批评瓦达穆迪在处理新都庙骚乱事件当中不仅没有扮演好有关职位的角色，还污蔑警方没有妥善处理骚乱，导致种族气氛紧张。对此敦马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人民有权发表个人意见，但是否将瓦达穆迪革职是他的决定，而目前的他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而对于瓦达穆迪的表现，敦马认为挺好，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早上的晨报到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